to China, Hebei Qinhuangdao, Bank of Qinhuangdao and Joy Cup, the 11th World Heiball Masters Grand Finals.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国内国际第三阶段32-16双败第二轮第17-20场第25-28场的比赛。Next up is the third round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uble defeats.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一号台裁判员温馨，记录裁判员周玉杰。Table 1, referee 温馨， record referee 周玉杰。运动员蒙古选手俄铁木真。俄铁木真 Mongolia。塞尔维亚选手佩塞利阿列克萨。Alexa Paseli, Serbia。二号台裁判员魏斯，记录裁判员郭强。Table 2, referee 魏斯， record referee 郭强。运动员中国选手于海涛。于海涛 China。中国选手王鹏。王鹏 China。三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记录裁判员徐小玉。Table 3, referee 冯雅琪， record referee 徐小玉。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莫景浩 Malaysia。菲律宾选手约翰楚阿。John Chua, Philippines。四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杜月。Table 4, referee 张毅， record referee 杜月。运动员中国选手李克。李克 China。中国选手陈双友。陈双友 China。五号台裁判员傅依染，记录裁判员杨俊奇。Table 5, referee 傅依染， record referee 杨俊奇。运动员英国选手艾登谢拉夫。Eden Sharaf, the UK。 菲律宾选手佐伦阿拉纳斯。 Zoran Arenas, Philippines。六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记录裁判员刘法恒。Table 6, referee 张星星， record referee 刘法恒。运动员中国选手单宏宇。单宏宇 China。 中国选手陈哲。陈哲 China。八号台裁判员李勇，记录裁判员马立东。 Table 8, referee 李勇， record referee 马立东。运动员中国选手王信仲。王信仲 China。 中国选手刘洋。刘洋 China。 九号台裁判员刘凯，记录裁判员陈威。 Table 9, referee 刘凯， record referee 陈威。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易卜拉欣阿米尔。 Ibrahim Amir, Malaysia。 蒙古选手纳敖日格勒。纳敖日格勒 Mongolia。十号台裁判员温龙，记录裁判员赵文静。Table 10, referee 温龙， record referee 赵文静。运动员中国选手石汉清。石汉清 China。
中国选手管振。管振 ，China。11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杨粉。Table 11, referee 范文涛 ，record referee 杨粉。运动员越南选手杜宏宽。杜宏宽 ，Vietnam。英国选手杰克·惠兰 ，Jake Whelan, the UK。12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江杰琴。Table 12, referee 张毅 ，record referee 江杰琴。运动员中国选手张坤鹏，张坤鹏 ，China。中国选手孔德京，孔德京 ，China。13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记录裁判员王雪儿。Table 13, referee 徐锦言 ，record referee 王雪儿。运动员坦桑尼亚选手阿卜杜拉·侯赛因 ，Abdullah Hossein, Tanzania。格鲁吉亚选手诺达尔·巴克拉德泽 ，Nordar Bekrays, Georgia。14号台，裁判员卢冰霞，记录裁判员刘洪旭。Table 14, referee 卢冰霞 ，record referee 刘洪旭。运动员蒙古选手阿德利格尔胡。阿德利格尔胡 ，Mongolia。蒙古选手道达木丁贾木奇。道达木丁贾木奇 ，Mongolia。TV 2号台，裁判员玉林，记录裁判员刘宇、王翘。TV 2, referee 玉林 ，record referee 刘宇、王翘。运动员中国选手周龙，周龙 ，China。缅甸选手杨少杰，杨少杰 ，Myanmar。TV 1号台，裁判员于美子，记录裁判员张月秋、王锦一。TV 1, referee 于美子 ，record referee 张月秋、王锦一。运动员英国选手凯利·费雪 ，Kelly Fisher, the UK。蒙古选手达策仁巴图，达策仁巴图 ，Mongolia。现在比赛正式开始。Now let's start the matches.你好，达策仁巴图。你好，凯利·费雪。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达策仁巴图获得开球选择权。
比赛开始，第一局达策仁巴图开球。Clean the ball. Thank you.
绿费雪胜，比分1-0。Thank you。第二局，凯莉费雪开球。
十秒 ，ten seconds extension。第二局，凯莉费雪胜，比分2-0。Thank you。第三局，答错人巴图开球。
三局，凯利费雪胜，比分3-0。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4局，凯利费雪开球。Sorry, underline, please. 犯规。先后自由球，
四局答错任八独胜，比分0-3。Thank you。第五局答错任八图开球。开球时机，illegal break。继续击打 ，keep going。第五局凯利费雪胜，比分4-1。Thank you。
第六局，凯利·费雪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重新开球。第六局，达策仁巴图开球。
extension.第六局，凯利·费雪胜，比分5-1。 Thank you. 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贝尔古老的巴罗萨是天鹅庄的家乡，这里名庄云集，孕育世界珍稀老藤，三代酿酒世家，心口相传的工艺。 千百场高端盛宴备受青睐的口感，在推杯换盏之间，尽显美好，浓郁却不妖艳，尊贵却不疏远。澳洲葡萄酒的真正魅力正在于此，品味澳洲，从天鹅庄开始。 第七局，达策仁巴图开球。 Thank you.
10 seconds. Ten seconds. Extension. Shimmy. Extension.
晋级达特人半壶胜，比分2-5，谢谢。八局，凯莉·费雪开球。犯规。先后走走。
十秒 ，extension。犯规。自由球。10 seconds. Extension.第八局，凯利费雪胜，比分6-2。Thank you。
九局答错人八图开始。开球失机，答错人八图开球失机两次，再有一次判负一局 ，illegal break。继续击打，10 seconds. Extension. Thank you.
九局凯利费雪胜，比分7-3、7-2。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time out for 10 minutes。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倾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技术窗口模式，开启暴力窗口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镇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红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红。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凯利费雪开始。Extension.十局，凯利费雪胜，比分8-2，开球清台。Thank you。第十一局，达策任巴图开球。
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 You illegal break three times. 第十一局凯利费雪胜，比分9-2。第十二局，凯利费雪开球。10秒 extension。Thank you.
10 seconds. Thank you. 开启技术冲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 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 第13局，答策人巴图开球。
10 seconds. Five.
10 seconds. Five, four,第13局，凯利费雪胜，比分11-2。Thank you。14局，凯利飞雪开球。犯规。
向后走走。比赛时间已过半 ，half time passed。犯规。自由球。
10 seconds. Extension.第14局，凯利飞雪胜，比分12-2。 Thank you.
第15局达策人巴图开球。本场比赛结束，凯利费雪胜，比分13-2。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